go ahead and let this figure itself out. Hopefully it'll figure itself out. Okay. So we're not streaming anymore? If it says reconnection successful and it doesn't keep disconnecting, it will be streaming. It'll keep trying. Okay. Okay. 3, 2, 1. All the Bussy boys are 小队,对. Ma is not awesome, 小队. 就是... 那个两个就是这两个选手们是那个 他们小组里的那个第二个选手。惩罚这个航 S 就是 DA， 然后上 S 直接击杀。やばい、でもどうせ配信してないんやったら有点小会。よし、横で行くか。さてと、ナイスペア選手 VS L 選手でしたっけ。まあ初心者なんで、まあここではまあ多分初、まあ初めて顔を出す機会な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ね。でもまあその初心、まあそのまあその新人は、もしかあほほまあこの新人は先ほどナイスペアを復帰阻止に成功したんで、まあ初心者とは言え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ね。まあでもとりあえず、まあまずは前投げ、崖に近づくにつれてまずはカウンターを出す、いい戦略ですね。ファルコンダイブが、いや何も逃げつかがらず、まあとりあえず、まあ、一旦離れて、おお、ちょっと攻めすぎて、あおお、これは何でしたっけ、カツラテでしたね。おお、その転がり回避でちょうど、まあ、セフィロスの横 B を回避できたんですね。それはまあわざとであれば結構うまいっすね。おお、空洞で撃墜。さてとストックは11、これかんもうあの経験量からするともう完全に五分と言ってい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おお、まあ、おお、これは上表でメテオ判定を決めるところだったんですけど危なかったんですね、エル選手。お、まずは下木を、おお、もう下か、ウイスまで撃墜。もう百戦錬磨のベテランがこの超新星と言えるでしょうか、この新もうエル選手に負けて、これはエル選手が次回戦選出。It's streaming for sure. Let me check. Is it? Yeah, it's gonna fix itself. Oh yeah, it is. Shit. Finally. Oh, fuck. Not to go back to Chinese. All right. Hey. 好，我们，好，先对各位的 B 站网友们道个歉，因为我们设备好像出了点事，但是现在好像调整好了吧？应该。现在是。那个刚刚是 L 选手，就是一个新人。那个刚刚那个打败了那个 Nice Pair 的赢队长，还是令人惊讶的一个结果。然后只剩下 Babs 队长，还是组长吧，因为还是队长这个角色，所以组长。然后先离开那个开枪，哦，惩罚这个空架是 Bops 选手，然后空前
哦，又是开枪，开枪，先转点百事皮，哦，用那个横臂那个回城，回到那个中央，那个就是那个场地的中间。哦哦哦，也不是。嗯，那个 L 选手大小迪能不能哦？赢还是很轻哦。哦，黄T击杀，那个是 Bops 那个丢失了一条命。这个对 Mazarasim 小子来说是非常那个有利的那个情况啊，但是空运击杀。好，然后最后的一局是马老师小组那个组长对 Bussy Boy 组长那个 Babs。 Oh, thank you. Fred, I will remember that next time. Here we go. All right. 好嘞。好，然后后面他们要是啊，我马老师是选了哦，马老师故意选那个巴普斯最擅长之一的一个场地，这个嘛，是不是在炫耀我很有自信能来给打败你吗？哎，好。One, go. Yes. 好，那个先首先是都就是那个都一下面。好，哦，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是马老师居然要先最近那个封印的那个连克，因为马老师最近在玩很多其他的，有就别的角色，就看看还有什么感兴趣玩的。但是要对付那个北京排第二位的这个 Baps 选手，还居然是需要那个出他最上堂最那个玩的最可以安那个安心的感觉安心的这个连克。好，空扇，然后哦，但是空前直接那个夺走了巴瑟第一条命，然后他还需要用最后一条命。哦，击杀那个进了那个三次这个马老师，但是已经成功了一次，可以。哦，派瑞达那个空中的一个击杀，一个冲击，一个攻击。哦，那个上头到空那接到那个空后，然后先离开，立回啊，但是开始守边了。马老师的手边还是特别强啊，但是那个努力的就回城的那个回到中央是那个 Babs 先生，哦 Parry， 然后用那个上提升华，但是没连招啊，空前击杀，赢的是 My is not awesome 小组，恭喜。